俄罗斯怕乌克兰这场战争也未结束，乌克兰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来改车，把车改改的提来运送武器，也够受伤的阿兵哥甲民众，甚至也够改一台医疗用的装甲车。阁有一间农业公司是把俄罗斯留落来的战车甲拆掉，改做会当替农民清掉地里的灰泥。俄罗斯战争是继续在烧，乌克兰四界拢轰炸个密密麻麻，几百万的民众是无所在通躲。虽然在俄军拼命反攻之下，一挂乌东地区是渐渐修复，但是真侪农地因为阁有地雷伊留伫遐，乌东民要种植是变较真危险。为着解决这个难题，乌东村的农业公司把俄军战车顶悬的装甲拆落来，改装了后放伫灰地啊顶悬，再透过遥控的技术来排雷。Тут, в Харків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, дуже багато мінних полів, велика кількість. Лише на цій дільниці я вже зняв близько 500 протитанкових мін, безліч протипіхотних на розтяжках. Дуже багато. 家己小車拍電鼓，閣會當用的零件對其他的車拆落來，閣定組裝，予伊變作越野沙坡車，就敢那電影《少的麥斯》共款，為著生存，做出家己才有的車款，再閣予伊防雨、防暖土的功能，就會當在地上歹行的地形頂管，會當用來運送武器、傷兵和居民。Use old cars engines because they have no any electricity, minimum electricity. It's all simple mechanisms. We use tubes and do welding. 在基辅的郊区，阁有一个技工，伊嘛当在改装医疗用的装甲车。这装甲车有诶原本是公车，即嘛变作会当送诶病院，和医务人员会当随来做真复杂的手术。乌克兰的人民是用有限的资源，家己做无共用途的车，希望替政府包围国家贡献家己的力量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